大家好，欢迎来到无才说，我是无才。春节就要到了，新年就要到了，然后大家最近都在跃跃欲试的年底冲刺啊，卖家也在冲刺，买家也在冲刺，我想说赶年底之前选到一双自己非常心仪的鞋子来迎接这个新年，对不对？平时可能穿鞋比较低调一点或者比较怎么样一点都无所谓，但新年穿鞋一定就要一个字儿，骚。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展示三双我认为细节满满诚意十足的鞋子，分别来自李宁、阿迪达斯和耐克。然后先展示的就是今天刚刚20分钟前新鲜拿到的李宁，哎，不对，拿错了，李宁球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双鞋是怎样的一双鞋子。韦德大爷今年也要退役了嘛，这个赛季结束之后，所以呢就让韦德之道期待成了他的生涯绝唱。然后韦德之道的首发配色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那这双球鞋的话我觉得哇，这个颜值没得说，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另外让我比较惊艳的就是李宁的球鞋，我之前觉得啊比较贵，1299、1199都1000多，我觉得国产球鞋不应该上千块，但是拿到这双鞋子之后我就彻底改观，我觉得这双鞋子值这个价钱，所以给大家看一下。黑色的袋子上面有一个红色方框，然后用李宁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国李宁的 box logo， 原价1399。这里呢要感谢观众熊猫啊，因为他今天早上买的时候买到两双，然后他知道我要拍节目，就非常给力的把他其中的一双鞋子寄给了我。第一次拿到韦德之道第七代的球鞋，然后我拿到的时候我觉得哇，这双球鞋细节真的是良心。首先呢，它的鞋盒上就是 wow 7的这么一个字样，然后仔细看的话，它的鞋盒整个是有一个暗部花纹的，这个花纹我猜啊，一般都是这个鞋底的纹路，不知道等一下打开看看是不是。打开鞋盒盖呢，首先它也是有防尘纸，但是我觉得这个防尘纸就比耐克的那个 Jordan 的防尘纸要良心的多，因为它这个纸张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高级，而且它包裹了很多层，就是给人一层一层又一层掀开的这种感觉。哇，掀开之后呢，它有两双鞋子，然后两双鞋子都有用这个亚麻的一个布袋装着。更好的细节呢，是它的这样的亚麻袋子上还有写一个 Wade， 然后有一个菊花 logo。我们就打开看鞋子啦。咚咚咚咚，哇塞！噔噔噔，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开的第一双鞋，就是韦德之道7的小猪佩奇配色，很多人都叫小猪佩奇配色。哇，这个细节这个配色太好看了吧。它两双鞋子呢其实做的有不太一样，有哪些不一样呢？比如说这个鞋头的菊花 logo 是白色，这个鞋头的菊花 logo 是黄色，鞋带是橙色，这个鞋子的鞋带呢是蓝色，这个脚是蓝色的橡胶啊。果然啊，你像这个鞋底的花纹就是鞋盒的那个花纹路，这边绿色，这边蓝色，鞋底还不一样，这边是黄色鞋底。透过菊花 logo 你会发现它的中底碳板也不一样，您的中底碳板技术其实很早就已经碾压耐克了啊，就是它的 3D 立体的图案。这只脚的碳板用的是一个黑色碳板，这只脚的碳板呢是一个泛银色的碳板。鞋子的内侧呢，这边是黑色，这边呢是红色，然后你仔细看它后跟的碳板都不一样，一个脚是黑色，一个脚是银色。这个鞋舌内里是黑色，这个鞋舌内里是蓝色的网面编织。所以呢这个应该是我拿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啊，包括耐克阿迪所有的鞋子加起来真的是良心做工、良心用料、良心材质、良心配色，这个我觉得大家一目了然，这个没得说，我天爷。然后如果你有幸能够在实体店看到这双鞋子的话，我建议你拿起来看一下，它内里海绵也做成了 3D 立体，再加上这是韦大爷的最后一个赛季，以后肯定还会出韦德之道8，但是他就不会上场再穿了嘛，所以是一个非常惊艳的球鞋。李宁真的是厉害，李宁牛逼啊，李宁真香。它的减震还是李宁云的技术，李宁云的减震。不过话说回来，我李宁的减震如果再跟上的话真的是无敌了。不行，阿迪达斯前一段时间出了一系列龙珠配色的球鞋，但是我一双都没有入，因为前段时间也是有一点，去年年底有一点买鞋买的有点购买疲劳吧，所以就没入。然后这个呢是来自香港岭南大学郭丁豪同学提供的一双鞋子，所以
big shout out to 郭定好。然后下周二的话，我也会去岭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拍节目。如果观众里有岭南大学的小伙伴呢，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然后我们下周二的话，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拍节目，然后一起吃个饭。龙珠配色其实算比较倒闭吧，就是很多配色其实都在架上卖，甚至打折的。但是我拿到这双球鞋的时候，我没想到这双球鞋的细节做工居然这么到位啊！这鞋盒外面又装了一个纸皮壳。龙珠的 logo， 然后侧边的话有画一个悟空的头像，这边呢又有一个悟空和神龙的头像。如果几双鞋子凑齐的话，它的鞋盒侧面的图案应该是能拼成一个大图的。我打开的时候还是蛮惊讶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有共同的感觉，因为它里面防尘纸的图案，哇、哦，注意看，这是防尘纸，甚至都可以裱起来当海报了。然后它的鞋盒的内侧也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龙珠。哇塞，用心不用心有时候不见得是在球鞋，而在它的配件上。前一段时间很多改鞋的人会把龙珠配色当成去年重点改鞋的一个主题。那龙珠配色一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它像悟空的那个衣服的颜色就是一个橘色配蓝色的这么一个图案。其实跟 Ultra Boost 的厚度比起来，这双球鞋也是厚度不输啊。龙珠本身应该算是一个功夫类型的动画吧，所以它的很多细节都做成了战斗成色的细节。看到刚呢，它就有把这个布料啊没有剪得很整齐，是做成了这种锯齿状的图案。鞋子的内侧呢有这样的祥云的图案，并且侧面呢后跟 TPU 有加日文的字样。当然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后跟了，因为后跟两个物字，哇塞，鞋底的宽度呢也比较宽，容易让人联想到 EQT Boost， 然后也是大面积的 Boost 的裸露在这里。鞋垫呢也是有这样，鞋垫也是有这样的龙珠的图案。所以如果喜欢阿迪达斯的科技，小时候也有看七龙珠长大的话，我相信你们对这双球鞋一定不应该错过。耐克呢给大家看一双我觉得特别花俏的鞋，这双 Dunk SB。 这双鞋之前有大家开箱过，然后今天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也是非常的花俏。这双球鞋被大家重点关注呢，一方面是因为它数量稀少，再一个的话可能是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高。然后这双球鞋呢集合了所有 Dunk SB， 不是所有，是那些啊比较经典或者说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Dunk SB 的合集啊，比如说啊这个 Nike 450是慢鬼街的 Nike 450，还有后跟的小人，比如说正面的爆裂纹啊，另外一只脚的后跟的 pigeon 鸽子，还有这边叉叉叉，还有这个小麦色也是上海小笼包。这双球鞋它除了左右脚都是 Dunk SB 之外，两双球鞋完全不同。所以为什么收藏 Dunk SB 的人都会收藏这样一对鞋子呢？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啊，三十几块皮一共卖啊、可能15000或者20000，那平均一块皮的话就500-600块钱，就有的说 OK， 500-600块钱买一块皮是 OK 的，因为这里面的每一块皮它所代表的 Dunk SB 呢都不止5000块，所以觉得说啊，如果你收藏 SB 都买不起的话，买一双 What's the Dunk 就好了啊，因为它集合了所有的 Dunk 元素，这也是一个非常阿 Q 的一种精神。如果你买不起这双鞋呢，没关系，所以呢，这里给大家安利最后一双鞋，就是 Air Max 的The Master 啊。 The Master 是之前给大家写评过，这双球鞋呢跟前面 What's the Dunk 有共同之处，就是把一些经典的 Air Max 的元素拼接到了一起，然后组成了这一双 Air Max 的 Master。 当然你如果不了解的话可以看我之前的节目。然后这双球鞋的价格呢目前还算比较合理，就3000以下人民币可以拿得到啊，应该可以拿到吧，我最近没太关注行情。那以上四双鞋呢就可能四双之一会是我今年过年就是年初一穿的鞋子啊。我估计很多人新年穿什么鞋这个鞋子已经定下来并且已经买好了，所以呢就欢迎大家屏幕下方留言或者弹幕说一说你的年初一可能会穿什么鞋子呢。本期节目就这样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记得下方按赞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节目拜拜。